瑶瑶黄乔欣拥有精致五官以及火辣身材，活泼个性吸引大批粉丝喜爱。日前她到南韩釜山旅游，期间到海水浴场游玩，还穿上了性感比基尼，大秀姣好身材。不料她发文表示，在海水浴场遇到一名男子，不断尾随着她，不论瑶瑶走到哪里，对方就跟到哪里，还一直盯着自己看，让她感到非常不舒服。后来她在离开前向沙滩消防队求助，119人员让她在帐篷内避难，还帮忙观察该名男子的动向。没想到对方竟一直在帐篷外等待，让她感到很傻眼。随后消防人员因为担心她有危险，于是在她要离开的时候一路护送，直到她上了巴士才离开，让瑶瑶十分感谢，也觉得很安心。Bye.